人气店家太高傲，老外花钱却活受罪。民几街那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早餐店，我跟老板讲，老板，那个酱油你可以给我吗？我说酱油你要去你自己拿啦。他对我非常不礼貌。哎，老板，我们想要喝咖啡。他说，哎，我听到了啦，我等一下会为你们弄了。你在干嘛？他说，我现在在洗狗嘛。当然，他的狗比你重要。对呀。不要忘记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